今天在宜兰真的很开心，在台下有两万个哈瓜的这里，我跟你说，我们从南方澳把这条船开来这里了。这条船呢，其实是我们运气来的 Royal 45第二张专辑的封面，我们三个人拿着那个雨伞，然后站在船上的那条船。 呜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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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呜
影，追根究底。我才不在意，我在意的是别想我的手饿了他的心，你做的有趣。我才不在意，我在意的是别想跟着我去越出的心，你做的有趣。我才不在意，我期待的是今天的晚餐你想吃哪里，拥有你就不需要魔法给的。